2020年10月6日，新兴盖亚之山，不动如山的信念，传导 Galaxy Girl。 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我们为你们提供支持，为你们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愿你们的信念根基是坚定不移的，推动你们不断前进，迈向扬升个人和星球的启蒙之旅。从我们的新兴盖亚之山到你们目前所处的盖亚，我们搭起了一条能量的桥梁，你们在许多个层面上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打算特别使用存在这个词，因为你们存在于上方、下方和四周，你们是强大的多维存有，你们带着勇气、毅力和坚韧跳入这个低维度矩阵思维的未知深处，这样你们才可以充分欣赏自己的高我的荣耀，同时为你们心爱的地球提供帮助。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没有什么可以动摇我们，未经我们的许可，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我们。然而，我们以极大的爱和喜悦使我们的身体成为许多星际居民的家。我看到戴着尖尖的红色帽子的小地精们在微笑住，他们在深深的山洞中生火，温暖住他们的手。他们被绿色、蓝色和粉红色的发光水晶包围着，新兴盖亚充满着意想不到的生活，生命在这里绽放，在这里蓬勃发展。很快，你们都会感受到这种欣欣向荣，但不是现在。我们希望为你们提供独立、强大的支持以及坚定不移的力量，感受我们的领域对你们的领域的拉扯，把光编织在他们之间。我看到许多发光的线从他们的领域到我们的领域交织在一起，就像把两半毛衣编织在一起。奶奶正在从旁协助。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能感受到接受这些震动所需要的信念，然后声明他们就是你们的真理，这会让你们的旅途更轻松。我看到的是岩石峭壁，周围是翻腾的灰色的海水，他们向我展示的是我们现在正感受到的能量类型，但这将转变成深蓝色的平静，并满是小鸟的宁静峭壁。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我们包含着许多矿物质，这些矿物质似乎对你们的领域来说是稀有而奇特的。我们富含所有矿物质，这里没有欲望。我在山上看到各种颜色的宝石的光芒，地精们在帮助能量的平衡和收获，他们以可再生的方式来收集宝石，而地精则是负责监督的。一切都很充裕，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根据新兴盖亚人的需求把这些提供给他们。我看到有人在白雪皑皑的山顶上滑雪，有人在山脚的海滩上晒住日光浴，这里充满了欢乐和放松，这是一片和平的乐土。我们希望你们把自己看成高山一样的强大、坚定、顽强，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一，我们都连接在一起。如果你们觉得自己步履蹒跚，可以呼唤我们的力量，但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成为在世界的桥梁，成为两个领域之间的漫步者，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被选中的原因，这就是你们被呼唤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在这里阅读这些话的原因。你们当前所处的世界充满混乱、动荡，在风暴眼中保持平和，然后向外扩展的你的平和，让汹涌的海浪平静下来，在我们的领域中不会发生像你们正经历着的侵害。能量使我们焕然一新，在这里雨水可以抚慰它们，不会侵害其他事物。你们可能感受到风暴的侵害和沙尘滚滚，但我们向你们保证，你们像我们一样不动如山，你足够强大去应对这些问题。你们的山外有山，你们可以从自己的应许之地上获取支持，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家，但你们知道新兴盖亚总是会向光之战士张开双臂的。你们已经被精确地安排在时间矩阵的精确点上了。我看到一块巨大毛毡板，上面有许多五颜六色的针脚，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线。我看到一旦一个针脚被移动，整个编织过程都会发生了改变、变化、不同。你们很孤独，因为你们处于战略地位，但是如果你们能看到来自你们的星际国家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支持着你们和你们的一切，新兴盖亚存有也在呼唤住你们，爱住你们，为你们提供以太的支持，你们不会感到孤单的，你们会被爱，会被我们铺天盖地的爱所淹没。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
我们很自豪今天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我们的信息是力量之一，它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准备好继续提供服务。山永不改变，在山的下面是相同的基础。你们可能在旅途中看起来经历了风吹雨淋，但你们并没有改变，因为你们是有着无限力量和可能性的多维源头分型，并且你们会尽你们现在的能力去服务。就像我们会以自己的最大能力，我们掌管的空间去服务，你们会需要为其他人掌管空间。就像我们在我们山脚的沙滩提供着支持和安全的地方，就像地精在我们的内在找到慰藉一样，其他人也将因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存在而得到安慰。你们就是当今世界的山，你们就是当下现实中充满能量的山。山拥有很大的空间，其中蕴藏着许多财富。你们的财富正是自己，你们以这种身份服务的神圣牺牲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你们可以与我们联系，你们可以加入其他人，把这个现实变成你们的现实，而且这很快就会显化。你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只是从这一个面向体验了你们的信念果实。我们是信念的实现，牢固信任和内心知晓爱总是会赢的，这个星系会被拯救，我们就是证据，我们知晓它已经实现，我们的存在与你们的存在一样真实，我们很坚强，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你们回家了。但此时此刻，你们要在你们现在所在之地成为信念之山，向其他人提供和平与支持。我看到一个女孩站在山顶上，她的手臂在风中展开，非常的高兴。坚定的信念是目前这一刻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不会失望的。盖亚流下了开心的泪水，因为当你们现在的现实崩溃并在风中化为尘埃时，新的现实就诞生了。我们就是这种信念得以体现的证据，我们是新兴盖亚之山。